占地面积大约有0.21公顷的怡康新城停机停车场，今日是由市长吴怡泰、立委陈廷辉、社会市员甲里长等人做伙进行启用剪彩仪式。停车场是总共提供了67位的汽车停车位，并且气温到4月30号拢免费开放停车，欢迎大家多加利用。占地面积大约0.21公顷的怡康新城停机停车场，今日伫市长吴怡泰、立委陈廷辉、社会市员甲里长等人，作为停车场进行启用剪彩仪式。请剪彩，让我们掌声喝彩，祝贺我们荣耀二通造新城，便捷停车开先机。作为伫台湾林德怡康新城停机停车场。在启用以后，会当提供了67位的汽车停车位，包括妇幼专用车位、无障碍车位、绿人优先车位。市长吴怡泰表示，该土地是公有地，现在先将停车场做起来，是有办法会阁再进行评估，以对里面提供上好的服务为优先考量。因为都更还没有做，先把停车场做起来，大家可以先享受到，所以由都更的。人他的出资，阿伯搞来部分啊，起进会话三天，阿来这届的停车场，阿来我们考量到这个地方的确居民有停车的需求，还有停车的需求，我们就要努力来做。所以刚刚林飞委员所提到的，哈、哦，就是说来折扣优惠折扣，开放给全部的里民，或者是我们市府他原先规划的是月租，哈、哦，月租的这个部分我们再来评估。另外，立委陈廷辉指出，针对停车场收费办法，也提出伊的看法。因为停车场车位无多，应该用出资的方式来优惠里面。如果用月租优惠方式，只会当提供予少数人，并无会当实际优惠更加侪人使用。因为这才67个停车格位，这附近这么多吼，很难停得下。我是建议，既然是智慧化，应该是。要用我们智慧化，用储值，然后有所谓的折扣。只要附近的民众只要有储值，他就可以有折扣。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能够让所有仁爱仁和的乡亲们吼有感了吼。市府交通局表示，怡康新城天里停车场。对今仔日开始试营运，到4月30号都免费开放停车。对5月1号开始实施收费管理，后续将会委托专业停车场经营者使用地域化停车收费方式，欢迎大家多加利用。记者萧正伟林德区采访报道。